温州。温州。我跟着你，快快快！稳住了没有？稳住了没有？稳住了没有？老板，稳住了没有？稳住了没有？提前祝你生日快乐！是在你头发剪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没啊，他剪头发了，给我吧。到诺龙哪里？我看一眼。昨天你很棒，看一眼，昨天好帅啊，好棒哦，好帅哦，昨天好帅，好帅啊，我稳住了吧，认真看一眼，哦，翻头看一眼。5月7号你去太古里看一下大屏，很多大屏哦，我们全国都给你打了屏，小心小心，手好抖，昨天太帅了，昨天的正装好好看，对，姐姐永远支持你，现在有机会到福建去，我们福州也很多粉丝欢迎你。那你来温州参加什么活动啊？深圳一次都没去过福州啊，一次都没去过福建，机会来福建哦，姐姐可以从福建跑过来的，上次深圳音乐节姐姐也有去了，好开心啊，哈哈哈哈，车来了，他车来了，大巴中巴车，再见，拜拜。